Bargo a mama cu ama. Dar și n-ai mine. Urusim si shayu nasadaham。最后的兽王任务啦，血牙长毛象，也是欧罗斯最强的地表生物。然后他居然说要用线索来追踪这只长毛象，有没有搞错？他这么大一只，想不发现他都难吧？还要我追踪他啊？有没有？这到处都是他破坏的痕迹呀、啊，还有巨大脚印。我们就跟着脚印走就没问题了。这些皮肉都是那只长毛象身上刮下来的吗？所以他有受了一点伤。他往下走，被踩死。这怎么看都不像被踩死的啊！被踩死应该会直接踩扁的、啊，为什么直接皮被踩不见了？它只是皮不见而已啊！哇，好吧，这就不深究了，不干我的事。这边开始就可以设置陷阱了，所以我们离长毛象应该不远。还有喷泉啊！我的妈呀！这边设个陷阱。也射一个，还有哪里要射呢？我看一下，右边那就射一个。哦，出现出现，先嗑药，嗑这个东西，它可以增加我的跑速，但是是有时效性的，大概一分钟左右而已。开始狩猎啦！冲着我来喽！直冲着我来喽！我直接跳下去，哈哈，看你拿我怎么样！我就不信你会跟着我跳下来。来啊来啊来啊！这边已经筑好一个陷阱等你了啦。真乖呢，叫你来就来啊啊！这么听话。赶紧到，赶紧到！就跟他绕圈圈。在哪里？哎，不会吧，跑了？好吧，好像是血量到掉到一定程度，他就会跑掉了。你血还没过半啊，你跑太急了吧你啊！赶着去哪里啊？没点到火，再点一次。我可以造成持续性的伤害了。后面那个猎人真爱死，偷射我冷箭，等下回来找你报仇。现在没空理你了。停下来，停下来。我冲过来喽，赶紧逃哦！这边可以设陷阱，但来不及啊，追着我，没有时间设陷阱，没有空闲设陷阱。嘿嘿，我又跳下来啦！啊，又跑又跑了，真是胆小。他都不理我的那个剑齿虎。他都只盯着我打，又没点到火，再点一次。啊，跑远了，跑远了，跑出射程外了。走开，我没空理你们，别来碍事好吗？
他剩没多少血，再加把劲，快倒了啦！长毛象的墓地，哎，真的，附近有很多巨大的骨头。走开，别碍事啊！赶紧逃，赶紧逃！哦哦，我的长毛象，啊、不对不对，我的剑齿虎趴了，先去救他。哦呦，自己也摔一下，还好没扣血。啊！被毒到了，被毒到了！快跑，快跑！跑这里，跑这里！这个地方这么窄，我就不信你上得来。最后一击，送你上路！哇、哦！是是是，成功解决了。但是，哎，这附近怎么冒出这么多那个乌当族的、啊？走开！想抢我猎物啊？门都没有。这是我的战利品，谁都别想跟我抢。没剑啊，做几只？哎、欸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居然复活了！再补刀，再补刀。哦，我太久没去给他那个最后一集了，所以他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自己复活。周围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了，非常可惜的，这只长毛象不能够驯，只能够击杀。安心上路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脚。过不去，被堵住，过不去。好吧，我们来扒皮。哇，好多东西哦。不过掉了皮还是一般的皮，就是一般的长毛象皮。虽然说它是欧罗斯地表最强的那个兽啊，但是实际上狩猎起来却没什么难度啊，耗不到十分钟就解决掉它了。哎，前面那只是血熊吗？正好我没有血熊哎。收服一下，不要咬我，去吃肉，去吃肉。怎么跑掉啊？跑掉了、欸、怎么会没兴趣呢？不见了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跑好快啊！可是附近还有熊的声音，哦，在这里。对，这是一般的棕熊，这不是血熊，不一样的熊。难不成是同一只？我眼花了吗？对啊，这是一般棕熊而已，不是血熊。好吧，今天玩的蛮久了，今天就先到这边吧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中午11点，我们再继续吧。哎，这个没意外的话，明天应该就可以通关的哦。明天想要看结局的，记得来准时11点哦。